宝贝啊，你在捞鱼丸呀？哎呀，妈妈的果冻掉里面了，快帮妈妈找一找，快点！爸爸不的，对，不对，那是小鱼呀，不对。哇，一下就找到了，宝贝真棒，给妈妈吧，谢谢宝贝。那这个果冻就奖励给你吃吧，好不好？不许过！不许过！小妞妞，给妈切一个梨。梨在哪里？对了，宝贝，真棒！看妈妈，好棒！切一个土豆，妈看是不是？哇，真棒！切吧。真棒！切一个花生，再切一个葡萄。葡萄在哪里？还有葡萄。还有葡萄呀，真棒！跟大家说再见。再见。啊，真棒！小宝贝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吧？看妈妈，妈比心，比心，比心呢？拿个比心吧。小妞妞过来。糖糖不可以，糖糖吃了坏牙齿。红枣可以，红枣吃了是补血的，是吧？宝贝，吃药药喽。我不吃药药。把药吃了，妈妈给你一只糖葫芦。那好吧。宝贝，我有紫薯放在水里面。我有紫薯。我有一个葡萄放在水里面，我有葡萄放里面，我有豌豆放在水里面，还有牛牛，牛牛也有豌豆，对不对？妈妈有香蕉放水里面，我有一个佩奇放在水里面，我猪爸爸啊，你也有猪爸爸，我没有啦，你还有吗？还有辣椒呀，还有盖盖放里面呀。